像你这样的人，应该不会这么天真吧？昨天晚上的事儿，我想起来了。这一路都不说话，他在想什么呢？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是不是该主动点？准备做饭呢，啊，需要帮忙吗？那，你帮我添点柴吧。行。你和林羡昨天到底怎么了？忽然间回想起拂面暖风轻轻我微醺，想起你温暖我的心底，忘记全身。是大黄昨天不见了，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发现旁边有一只受伤的小狗，天色晚了我们就就地取材做了吃的，结果林羡他食物中毒了。食物中毒严重吗？没事，还好吃的不多。人没事就行。那还是有点事儿的。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赖子峰。